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义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何如此疲惫呀、啊？难道昨夜没有休息好吗？更其背，不获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
无咎。更其背，不破其身，行其平，不见其人。伯伯们好。好。丫头。哎。快来。快过来坐呀。我坐这儿。各位早。啊。老哥早啊。先生呢？还没来吗？是啊，应该快来了。哦，那我先去打柴。小女就留在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帮忙照看一下。老哥，放心去吧。你放心吧，爹。多谢各位了。丫头要听话，不许调皮啊。爹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的鱼儿怎么样了？他很好，可他就是不睡觉。听我爹说，他是睁着眼睛睡觉。可我昨晚也试着睁着眼睛睡觉，根本不行。那是因为人有眼皮，而鱼儿没有。人一睡觉，眼皮就会垂下来，所以就是闭着眼睛，懂了吗？我好像懂了。那鱼儿真神奇啊。有什么可神奇的？那是因为你笨，竟然陪着鱼儿不睡觉。你才笨呢。先生早啊。各位今天都来得很早啊。小丫头来啦。昨日所讲之卦大家都温习了？温习了，先生。很好，这样才能彻底领悟啊。别闹，快来快来。今天我们先来讲艮卦的本卦。艮卦上下皆为艮，艮卦为山主止，象征着阳止。事物的发展动静结合，止是为了总结修正行动中的偏失，知错必改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。世间万物都有所止，智慧、名利、欲望等都有止，而德无止。艮，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。艮卦象征着阳止，目光停留在背部上，并没有看到其完整的身躯。当进入庭院，已经看不到人，没有什么问题。
止于背只认识到事物的片面，还不能窥探事物的全部，以此来寓意人生会遇到很多未知事物，不要贸然行动。初令，艮其止，无咎，利永贞。事情刚刚开始就发现了问题，及时停下步伐进行纠正，避免错误。做事情就是要坚持适度之道，不可贪欲太过。六二，艮其肥，不整其随，其心不快。闲卦的二爻曰：闲其肥，凶。拘急是因时机不到故拘急，拘急就是不动，艮其肥是说行动已经开始，但随即发生错误，不能再追随下去，因为劝止不遂又要离去，他的心中很是不快。九三，艮其陷，列其淫，利熏心。陷，界限，指腰部。艮其陷是指事物做到一半就停下来，就像攀登中绳索断裂。列其淫，利熏心，是指用烈火烧灼他的心，比喻事物在中间停止就要承担痛苦，此时正是人不能行止的时候。六四，艮其身，无咎。身是身体，表示事物的完整性，当事物完成后停止下来，这时没有错误可言了。六五，艮其辅，言有序，毁亡。祸从口出，演讲说话一定要严谨，不要信口开河，要中正客观地发表观点，说话要言语谨慎，若发现不适宜马上停止，调整言语的次序，避免自己的言语招致麻烦。上九，敦艮，吉。若能诚实地遵循指道，不利益熏心，当止则止，不被名利所累，多修善德，人生将幸福安康。艮卦像闲卦一样，通过身体的部位来表达事物的发展阶段。圣人之道在于身晓万事万物有所止，深知进退行止之机，故不被私欲所驱使，尽善修德。故圣人之智慧有止，而不以智慧为用，反以德为尊。你有没有调皮啊？没有啊。是果子，果子。来，丫头。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哼，爹，给伯伯你尝尝吧。好啊。伯伯，给您一个。老伯伯，给您，还有你的，也给你一个。谢谢我们的小丫头。爹，你先帮我拿着。
吃。真好吃啊。啊，爹，果子呢？刚才还在这里啊。奇怪，这是哪去了？小宝贝真是长大了，小丫头真孝顺。艮卦阶段的最后一卦为牵卦，牵卦上卦为坤为地，下卦为艮为山。大山与大地相遇，都具有承载万物的品德，有功而不炫耀，虚怀若谷，故曰谦。谦卦之意，谦逊谦卑。谦逊谦卑是人生一大处事原则，骄傲自满、飞扬跋扈处事，往往都会招惹是非，只有持谦卑之德，才可长保。谦，亨，君子有忠。能遵循谦卑的做人处事原则，就可以百事顺利。君子善守谦道，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，遵循谦道不是一时一刻，是人生的大课，切记。初六，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能从内心谦逊的君子，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排除一切障碍，一定吉祥安康。六二，名谦，真吉。谦虚的美名远扬四方，要坚守住谦虚的品德，吉无不利。九三，劳谦君子，有忠，吉。君子有功劳，但不居功，谦卑地将功劳让给大家，将谦逊的美德坚持到底，是人生最美丽的德。六四，无不利，挥谦。发扬光大谦虚的美德，没有任何不吉利。发扬谦虚的美德，可以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。六五，不富，以麒麟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可以不富有，但不能缺少谦逊的美德。
当与邻居发生矛盾时，以自己谦逊的美德可以化解矛盾，消除隔阂。上六，明谦，利用行师争一国。谦逊的美名远扬四方，有利于用来行兵出师，征讨附近的异国。利用自己谦逊的名声来行兵征讨异国，有假公济私欺骗的味道。到了六爻，谦逊的过头了，利用自己谦逊的名声却用于讨伐其他国家的借口，大错矣。我来总结一下吧，人生欲望太多，则多吹捧欺诈之事，居功自傲，导致惹火烧身，谦逊之德成为人生的必修课。谦逊可以消除敌人，团结友邦，回避逆境，成就大业。我的总结讲完了。结得非常好，看来谦逊也要把握好啊，对吗？凡事都有个节制，谦逊过头也就让人觉得虚伪。大人说得太好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都散了吧。